首都海滨。来看一下这一次双方的对抗，先来看一下起步。起步这把兵家禁区，但是通过卡气，哇，这个第一个弯道双方都想要去做对抗。对，然后日上是直接飘了一个外线，又有优势。又稍微 CWW 过来，但前去延上，再衔接一个弹射。是的。点飘以后衔接一个 WCWW。再做一个爆地，没问题。龙飘，哎，已经拉近了距离。对，阿毛那个侧身好像是个大侧身，应该是入弯点不是特别好。越上有这个 ECU 交替过来以后，看一下两人的延续情况。阿毛刚才是小蹭了一下，不过双方的弹前，哇，阿毛那一道应急一下，看一下弹前是两人都延上了。对，虽然落后了，但是下一个弯道他还有了对抗的机会。不过落地的这个小的暴力是越上的手速要更快一些，把阿毛直接给顶开了。到弹射点，哦，太贴了，而且太早的情况下，还好是裁决者多衔接了一个小喷，左上面，上嗯，他左上面想叠一个小喷，但是没办法了，这大叠式还是有点太急了。是。那进入到后半段，这边飘飞落地以后求稳 ECU 释放，对，但险些蹭墙，但是没蹭上。那打第二局还是由越上，哎，最后脱飘了，本来应该会很快，差一点儿。这个你别哇，你刚哇一声，我知道你想说。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打冒泡赛嘛，其实可以，但是延上了是吗？对，但是之前来说你怎么都没有延上，现在来看，在这个更重要的阶段能延上就是可以的。看这一局的阿尔法，来看一下起步。其实起步在之前四人混战的时候，越上的起步也是比较快的。对 ，solo 还是要更快一点。这局起步拿到了优势，哎，哦，一个外卡内直接送你上墙。对，但是这波调整过来，已经落后一个比较大的距离，已经很远了。而且又是把这张图上特别擅长的阿毛送了出去，这把又是。阿毛个人秀了，这也占就是王图 buff。对，这能再跑个三十三吗？看一下第一声跑的那个时间点，还是很流畅。走出以后，好，这个接一个进阶 ECU 释放，看弹射点，还没弹出来。这个弹的还行。有点摇晃，要慢一点，慢了半秒。对，在第二圈如果要处理的比较好的话，还是能够跑到一个33的成绩。那感觉刚才就第二圈起步那个阶段，这个太甩的角度太大了。再来三局，哎，小喷没点出来，或者是又小蹭了一下，对，两个还要再补气，所以这张图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如果有第三轮的话，这张图还要搬一下。这边断空飘过来，这边弹射可以。看一下延续，最后一个弯道1分33秒66，哇，真的快，真的稳。第二圈真的稳，基本差不多。然后第一圈是47秒9，然后第一上亚洲杯版本应该会比较常见的，很热门，因为有这个赛车。对，比较锁车。但是会不会有一种那种习惯反制是吗？有习惯，就是以前就不怎么练，来亚洲杯也不怎么练。当然也不用可能，因为这张图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是，衔接过来内道直接去卡位，再衔接一个甩尾。第一个 ECU 被送上喷，释放过来 CWW， 甩尾 CWW 开始出氮气了。对。这张图比较偏，后面的路线选择以及对抗，连续弯道也非常重要。对，出完以后看一下，哎，蹭了一下，哇，这一蹭有点伤。对，这边一个双车拉过来 ，CWW， 两边的 ECU 又都开了，那这样的话，后续后追可能就比较困难了。相同节奏，而且赛车也一致，很难去打一个特性加成。对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导游，这个车太颠了，然后蹭了一下墙的情况下，阿毛已经赶超。对，
这边还想要再去卡内线，但是在这个点想要再反超有难度。不过月上翻很快，依靠一个非常极限的控车实现了反超。阿毛上来再顶，下面一个弯道还是要断掉这个氮气，但是 CW 一个单喷过来以后，看最终的一个点想先撞，但是最后的速度还是月上更快。恭喜月上再拿一分，2-1，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优势。他在进入进道的那个弯道是有点锁胎的，啊，不喜欢给自己太大压力是吗？没出去的话自己心里边也多少有点很慌啊，出去了就舒服。小飞这次还是阿毛更快，同样的距离同样的弯道，哎，这个弯道月上没弹出来，但是阿毛出来了，那但节奏是一样的，但前续也可以延上，是这边能延上吗？可以，可以延上，撞后点能够干扰一下阿毛，这个位置有点危险，这边那道直接硬挤，但下一个弯道阿毛有机会吗？阿毛应该掉喷了，而且这个氮气又没有办法挤满，所以说它很危险。是的，说完以后氮气延续延上，再衔接一个侧身延续，哎，空开氮气，但是月上歪了，这边一个 ECU 也挡到了阿毛的出弯。阿毛虽然延迟点的，但是好在氮气节奏，哎哎，侧身没测出来，这个小喷也没有了，紧接衔接了一个甩尾，连续跑法，太急了呀，阿毛有点乱节奏了这个点。对，这完全相当于把月上给送出去了，月上在前面氮气延续没有。延上重新开启一个氮气，现在手里面少半个氮气，但是可以通过这个弹射拉过来，还要卡下个氮气，最后一个进阶，平稳飞，不求极限，稳定一点就可以赢。最后提前下来，啊，一点氮气是延上，阿毛的速度要更快一些，不过还是可以反超，恭喜阿毛！啊，最后在那卡差点卡停了，依靠着这一手长城，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反超，比分战至2-2。你说他刚才那个距离不走近道也能冲线啊，但是这个图不一定能抢，是这样的，这个甚至我们刚说完，对啊，对，就只能说不理智，但是你机甲还是有优势，对，就只要你能把自己的4.5做好，5.5吧，啊，只能分得这么细了，对，差不多6-4开吧，6-4开我就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并不是说机甲在这张图优势不大，而是机甲你在前期很难做到完美的细节。对啊，你要能够做到完美的细节的话，其实第一个天惹的 ECU 是不会能蹭到小喷的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我们在实战当中就基本看不到所谓的常规的情况，看到的更多都是大家在驾驶天影者的时候的一个极限的发挥。但这一局起步来说，这个机甲人起步还是很快的。对，下一个弹射，哦，哎，这是语言的魅力啊！月上又没有，哎呦，侧过来，侧得过来。对，现在再说了对吧？这个机甲优势肯定是在的。现在肯定有了，原本以为那个弹射，然后月上要反超过去了。对，结果这两个 ECU 齐开，能够拉开一个安全距离，然后这个安全距离呢，正常来说，后面天者的 ECU 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反超。对，这样的距离肯定没了。如果在刚才那个弹射点，月上拉近了距离，刚才那个 ECU 点肯定是直接反超了。这个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情况，然后后面还能一路单前去，恭喜阿毛拿到这张图的选图权。走，那月上可以反打机甲了，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啊，这个想法是可以的，这个就跟我刚才说的北海是一样的。对对，但是最后一张图的选择权在阿毛手里啊，但是你就变相的锁死他的选择了啊，就打美洲呗。对，就打美洲或者是西部，就这2-1。那我觉得亏。对，相当于是把这个命运交给了对手。对，但还亏啊，你这一局如果拿机甲的话，我拿分的，看吧。这一局 ECU 丢过来，月上组一定跑位，阿毛这边细节内线，就大概过来以后看一下这边转向，哇，这边阿毛就想要避开，是一个外卡内，是的，而且月上这边要不停的去补气了，哎，但这边这个弹气节奏是有问题，阿毛没延上，对，他弹气节奏，他 WCW 应该开的比较早，后续点击小喷的频率又有点快，阿毛钻内线顶开月上，但月上 CWW 也输了，这边再来一个点飘，氮气节奏回归正常，来到第二圈，进入到第二圈，跳车落地，看一下氮气续弦上，两人距离还是比较接近，现在月上属于后置位，没错，
前面一个弯道可以去钻内线，再来一个 ECU 释放，直接反超过来。哎，阿毛这边魏杏儿，是他刚出弯的时候有点多，所以导致他第二个弯道出不来了。他为什么他上一个弯道突然小飘了呀？他那个路线是可以甩尾的。在这边也有点小拖，但是这个距离已经比较远了，已经不上了。但他是出弯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左胎往外了。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纠结，他纠结，他想求稳小飘，他想小飘卡位，但是正常那个弯道是甩尾出弯以后会有那样的角度，对你路线肯定会更好一点。对，你小飘以后肯定要靠右啊，往外的。对，如月上还是拿到这一分33双证明，现在月上多一手机甲，但下一张图阿毛基本上是80%的概率，我觉得是西部，然后对美洲不会更好一点吗？美洲主要是机甲还是快，西部的话机甲真的未必快，对吧？但我觉得西部他打起来可能会更自信一点，他都会用的。但是你说他一定赢吗？那就不一定了呀。这个我敢说不一定。对的，月上的赛点局，阿毛的选择美洲大峡谷天狼星硬钢机甲，最后花落谁家，这一分胜者是谁，完全左右了这场比赛接下来的胜负是否会继续下去，结局完全不一样。来看一下起步，对机甲至少对抗性是有优势的。起步这边先跟着，是机器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下面一个弯道先不开 ECU 一下，对，然后再上来硬挤。阿毛这边，哎，这边路线很好。对，月上现在来到云跑位，而且这边速度很快，侧身延续也没有问题。接下来阿毛去后追机甲，这场比赛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了月上自己手里，控下车提前漂移。如果他要是能够稳住的话，这一把阿毛将没有任何机会。ECU 释放过来，来看一下这一局的后半段，没跳起来，但是影响不大。这边要甩吗？甩过来。而且这张图机甲的跑法会有一点不一样，这边开完单气以后，下面还是要小飘吗？哦，没进去，对，跑法不一样的呀。对，他还是使用了一个小飘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月上自己没把握住啊。对，而这个ECU释放也有一点歪，这个距离已经很远了。对，而且进入到最后的弯道，阿毛已经领先了非常远的距离。那依靠着这首美洲大峡谷天狼星胜，恭喜阿毛4-3，现在下分来到1-1，第二轮。1-1，双方大分战平。跑错了，他跑法错了，他就是按原规那个原始的跑法来跑的。对啊，正常来说应该是你撞后点喷那个都要继续延续的，然后呢你通过进阶把氮气放了以后，通过第二个 ECU 直接 build 进琴道。这个，哎呀，要不就别走进道啊。这个最后我就看他小飘那会儿，我心都就是提到嗓子眼了。对啊，小飘吗？哎呦，小飘，小飘，嗯，小飘确实是小飘。生生不息。这个打完的一瞬间，门口进来两个人。比赛生生不息。吓了我一跳。啊，他但是他前半段跑得好稳啊。前半段正是因为前半段那么稳，对啊，让我有产生一种错觉，他会跑，他会跑，对啊，但错觉真的就是错觉。真的前半段是我看机甲就是在赛场上跑到现在为止最稳的一个。对，就不管单从时间点啊，没有什么事。